Super Junior 在六日迎来出道17周年纪念日，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，队长利特也在 IG 感性发文写下17是个很难相信的数字，好像是在告诉我们做得好，坚持挺下来了。不短的时间流逝过去，年龄增长虽然是很伤心，但能感受时间的流逝，更加帅气的成长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突然变冷的天气让我更加感性，粉丝们上传的影片看着看着马上要流泪了，感谢所有祝贺的人们，未来我还会继续唱歌跳舞，走遍全世界，也会更常出现在电视上。不知不觉 SJ 出道已经17年，从2005年开始一直在自己的位置尽全力的成员们，相信未来也会一直做得更好。还想对 ELF 们说，我爱你们，是你们的爱和应援让 SJ 得以长时间奔跑下去，会一直不放弃并更加努力。而粉丝们也发现，在利特上传的祝贺图之一里满满的成员姓名和歌名，连已经离团的成员们名字也在其中，也让人忍不住感慨，这17年真的是经历太多太多了。